有了，很差哎、欸！你要回话是不是？哦，忘了。我想让路给你啊。这个口。挖线小锄头，挖那个线的小锄头。刚那个接待人员妆也是化好化满。这个就没了吧。嗯，这个人是好压好低哦，那是在 carving， 这是个 carving 大队，四个人。
说会冲很慢的，就现在还能冲，之后就没法冲了。冲什么？这一段路、啊，它还有面条，所以速度还够冲回去。在一小时后，这里就要用推的了，小推推。两餐，晚餐拉面。
从这个柱子开始才看得到人，从这里开始才下面才看得到上面。一二三，我在第三个柱子那里。对啊。是用 quick 下车，按了就开机开始录。现在我先开好机，然后按一下拍，那它吃水的话，它就不会关机了，它会停止录影还是怎样？在这吧，好、啊，那就是。反正你站在一个很缓的地方。对啊，对啊，这样才拍得到很长啊。那就是，你看到那个网子快要结束之前就可以停了，右边那个红网子。没有啊，就第十二号。嗯，但是你滑的时候你看得到吗？看不到。停下来看啊。嗯。起点大概就在那个站的地方。那就要再更下来一点，因为这里的波是，你看就是这种，我们现在看得到这边，但是人在下面看不到。刚才就我在这里。嗯，因为那个曲线，你看右边的曲线就知道了，上面缓，越来越陡，会造成看不到人。好，那我就跟到这儿。有件事我讲错了，他的鸭血一路鸭到完整都鸭完，他不是一半不鸭，他现在是这个全鸭，那个可能是那个全不鸭还是怎样，搞不清楚。
但是我为了要冲出速度来，我就一开始就弄成那样了。我后来比较缓，这边才做成大的。冲出什么速度？要直直下一点才冲出速度啊！大的就有点慢了。而且我在想，看我自己在快的状况下的 pose 是状况怎样。我跟你走了。侧着跟拍啊，今日的缆车被那个加加加是腿错吗？是什么啊？对，当然是腿错。他们要带网子去铺了，哪里不知道不行了。是、哦。这个人抱着网子。嗯，有人抱着。对啊，他们要封闭某个东西了。去跟粉错合一起坐啊，节省座位啊，粉错不会说我不要跟你坐。我觉得是有戴口罩就不同，万一他已经合一个瘦，我们挤在一个这么小，在罩子里，对，很危险耶。
他等到的人来了。硬的很厉害，就是滑浪机会飞起来，因为它不像雪。
明天再说，今天我先看我 force 怎样。本来想说可惜，但是每天早上都可以啊，那就不用拘泥于这件事了。这是教学的教练，他是他滑他的学生滑他变快了，你已经远离那种滑法了，就腿拉很长啊，这种斜这样子的，你现在是比较是全身，脚已经比他们合一些了，你现在是全身型的，只差上半身渐渐的要越来越这边。对，上面好像变比较雾。山顶已经看不到了。还是我们现在是在盖子里，我觉得比较雾。没有，山顶现在隐约看得到轮廓，但是确实真的比较雾了。大家唱哪里？这里吗？他这里要横着，不要让大家去树那边，那一块不行。亲眼看翡翠盖栏杆，这也是、欸，他还咔了一下，趁机玩一下。这个在做练习。他很认真的练习。好，这次敬畏强敌。搞不好是位置的问题，可能昨天在那里教，今天可以带过来，就是一样的半天的人数这样。这边没有压，围那一块啊，他那一块中两棵树中间的可能不想让人滑的，对啊，你要录这边吗？这边不用，好像也可以录。我现在卡到你在前面。要录的话，这里可以录一段，录到那个红棒棒的结尾为止。啊，我去站。你再往下的话，就会录不到了。
好，走。不是，那个有一个教练带着的，是我们在卡在那个路上。所以你看，今天是教练，人都没出动。可能昨天他们在那边上第一天，今天教练就带过来上第二天，所以量。假设他们是六日来的话，昨天在那，今天在这，昨天那边的人被带过来了。所以今天觉得反正我们现在哦，歪到那边。我刚刚看到我的老头姿势吗？你没有看？我刚刚在侧面看吗？还是？是滑下来的时候，我有老头、哦。你觉得做得很足吗？我已经尽量往前了。嗯。刹车的时候就写10:30啊。对啊。
是下车就40分啊，滑到那边可能就50分啊，就是要不要再多滑一次也差别。就等一下再做一次这个缆车。那我们昨天是融资费第一个分叉出来，它总共有三个分叉。昨天第一个分叉出来跟完全不分叉直冲回去。那既然今天要两次，那就走第二个分叉跟第三个分叉。对呀。太阳出现，依照昨天的经验，现在开始切会比较 happy。 先拍照片一张，开始切，哎呀，马上摔倒，不是他，
他弄板子。切切那里也是切啊，这里也是切，那里也是切啊，都是切。我们等一下我们走再切哦，不知道他们要不要切，那我们切咯。对啊，要拍照。但是下面不清晰啊，今天只有上面清晰。拍得到雾冰平台跟那个碗哦。今天应该可以一次就切下去吧，感觉很 happy 的切。它下面围红线呢、啊？它下面围的红线不让你这样子下去，所以可能要推回头。反正我也没有要去。一路叫一路。对啊，我就跟在它后面录一小段，它就啊啊，但是它也是一直前进啊，也没摔什么的，它在那里才坐下去。哦，那就到啦。对啊，今天这样子切很安心，这样。他其实不弱哎、欸，他冲上去的速度比 Ski 快，然后一边冲很快一边啊啊啊，那完全没有摔呢，奇怪了他，直直冲就可以了。
记得装置也拆掉了。我不记得有什么。真的有灯吗？是哦。它那个一根一根，它没有弄灯。啊，手。好。脚头弯下去，可以吗？你看它也是这样啊。这是这一群人，感觉跟在他后面蛮有戏的。他不叫了。我就这次感觉到你跟得比较紧啊，你已经觉得这里轻松了，对不对？而且今天雪比较多。现在是还没有被刮风，刮得很凹凸。那换我跟你。前面哈，我们上次走的第一个切 S 左，这是第一道，我们现在要去第二道。我们走过第一道了，第二道。这道好像不算第二道。我以为它要排。对啊。这个树的下面吧，你说那里为什么没有牌子哦？但是那里应该是有一道。他写说东山限定才可以进去。也就没有牌子说不行进去了。这也就没说不行了吧。只是这条路很短就是欸。那这里跟前面下的地方是一样的。下面都接起来啦。
看几点。好了，我真的比较想尿尿了。哎咻，10:51，好了，吃饭了，尿尿，顶不住。我这么远就闻到成吉思汗了，不是成吉思汗，那个叫对臀洞的，那会烤一直烤，对呀，好，好。